金鸡年到来，民进党西雅图支部主委周昭亮在接受宏观电视访问的时候，祝贺全球侨胞与台湾的国人新年快乐。各位全球的宏观电视观众，大家好，新年快乐！我很高兴在这边能够从西雅图这个地方跟大家讲大家全球一家亲，在这个新年，希望大家能够在蔡英文政府的指导之下，把台湾变得更好，更有朝气。